高脚竞速主要起源于两广地区，用于两广地区的涉水，主要是用于涉水工具，又称高脚马。高脚竞速体现了各民族的智慧以及中华民族拼搏的精神。板鞋竞速相传起源于明代，相传是用于培养士兵之间的团结协作能力。板鞋竞速体验了各队伍之间的团结协作能力，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的精神。有汉族的，有壮族的，还有侗族的。我们三个人就相当于亲兄弟一般，因为我们已经在一起训练了两年多了，然后我们平时去干嘛吃住都是基本上走在一起的。